你们知道吗？近期呢，各个品牌都在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，而全新发布的 Honor Magic OS 呢，更值得大家来关注。从之前的 Magic UI 升级到了 Magic OS， OI 和 US 只差了两个字。那他们到底有什么分别呢？ Magic UI 呢，更多的是继承。现在 Magic OS 7.1 在原有的稳固基础上，提升了系统的稳定性和顺畅度。这里呢，就分享三个比较有趣的新升级，分享给大家。三个手指下滑就可以一键收藏喜欢的文章。碰到喜欢的文章，你是不是只会做崩溃？现在呢，只需要三指下滑就可以把文章保存在 Note 里面呢、啊。不仅照片和文字可以被保存，还能编辑。就连小红书也支持这项功能，以后做旅游攻略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啦。Honor Connect 和 Magic Ring 真的太方便。Honor Magic OS 呢，让跨设备连接更上层楼，因为呢，你只需要登录同一个 Honor Account 就可以让设备之间互相连接。除了常见的手机、平板、电脑能够互相连接传送文件之外 ，Magic OS 还有首创的键鼠共享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可以用电脑的 mouse 和 keyboard 操控其他设备，让跨设备连接变得更加方便。同时，他们还有通知共享，也就是说手机的信息可以同时出现在正在使用的设备里面，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来电的信息啦。某些场合不方便接电话，翻转一下，告别尴尬。通常在一些正式场合不方便接电话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教你一招，直接将电话翻转过来，就会自动进屏来电。首先点击设置，选择辅助功能，再点击快捷启动及手势，再点一下静音或者减弱声量。然后再点开翻转手机静音就搞定啦。所以说大家最喜欢 Magic OS 哪个功能呢？底下留言让我知道。